仔定系妹妹？香港嘅女仔。女朋友定系好兄弟？女朋友。OK， 即系当我哋冇到啦。读书定系翻工咧？翻工。点解咧？读书成日有假放，有钱啊嘛，翻工。冻奶茶定系冻柠檬？冻奶茶。金钱定系义气？义气。去廿次旅行定系买楼？去廿次旅行。屋企人同埋踢波女仔。屋企人。咁你中意有纹身嘅女仔，冇纹身嘅女仔？有纹身。有纹身嘅女仔。系。你会中意户外定户内？睇同边个咯，自己一个咪中意户外咯。户外。其实都一路都冇变嘅，但系就即系要好好装备咗自己先咯，因为始终。知道歐洲的水平都是真的高很多的香港，所以要好裝備好自己先再諗。細個其實很多運動都有接觸過嘅，打籃球啊、田徑啊、羽毛球嗰啲，但係即係比較接觸得多是足球，因為其實我成家都中意睇波嘅。跟住細細個嗰陣就我媽就帶咗我去嗰啲足球學校嗰啲即係玩下咁樣，跟住就產生咗興趣啦，但係。都冇諗過攞嚟做職業嘅，但係輾轉之間自己捱到，咁咪一路捱落去咯。屋企人之後，屋企人之後都比較重要，因為帶俾我好多滿足感啊，同埋重俾人重視嘅感覺。有陣時有啲入波啊，仲有滿足感，次入波都有滿足感，係冇入波就冇嘅，就唔會覺得重視。踢足球啊，應該揾份工，跟住再踢業餘足球咁樣，都係呢啲嘅。